你讲话阵好烦。15题 A B 啦，其实 A B 都系同呢两点有关嘅 O 同 Q。嗯，你就咁睇好似好类似啦呢两 part， 但系睇清楚咧就有少少唔同嘅，都系讲垂直，但系问题系 O P 同边条线去垂直？A part O P 系同 O Q 去垂直 ，O Q 已经定咗系我图里边嘅呢一条线。OK， 你上次我講過啦，你計 equation of locus 不外乎兩個方法，一係用 distance， 一係用 slope。咁你估今次係用邊一個 ？slope 係啦，因為佢俾我哋嘅資料係 perpendicular， 咁似乎你 slope 乘埋咪負一咯。嗯，係咪先？好啦，咁似乎係咁嘅，但係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唔計，而就咁睇到？答案是哪一個呢？其實難一點但都可以的，其實就是這條線、答案其實是這條線。那我解釋一下，為什麼呢？其實是因為譬如這一點是 P 的話，那這裡就垂直了、如果、這一點是個 P 的話，那這裡就垂直了。如果 P 可以是其他，总之这条红色线任何的点的嘛，都会令到它那个要求 OP perpendicular to OQ 是成立咯。不过其实呢就会难看一点点的、我看不到、我可不可以真的计，那是可以的。你要记住我们会 let 那个 P 呢就叫做 XY。我哋會 let 嗰個 P 叫 XY， 而家我哋揾所謂 equation of locus， 就即係揾 XY 嘅關係式，就係我哋嘅答案。嗱，咁既然話 OP perpendicular to OQ 啦，咁所以就我哋必定係考慮 slope of OP times slope of OQ 會係等於負一嘅。可唔可以？好啦，嗱，咁之後啦，咁所以咪 P Y 減零 over X 減零啦，呢個就係 O P 嘅 slope 啦，而 O Q 嘅 slope 咧其實係咁嘅。跟唔跟到？好，跟到嘅话咧，其实呢一个数一嚟嘅，呢一个数一嚟嘅，冇问题啦。好啦，咁所以再化简咧，我哋就会有 y 等于负 x。你写 y 都系负 x 又好 ，x 加 y 等于零都好，一样嘅啫。呢两个答案。都是红色的那条线，这两个都可以，这两个写法都没问题的。即有些人觉得 x 加 y 等于零靓一点，那就是 x 加 y 等于零咯。如果不是的，你 y 都是负 x 都是接受的答案。这个就是 APAC 的答案， APAC 的做法。行不行？但其实這兩個來說呢，其實就 Part B 呢是常問一點的， Part B 很常問的，還有我覺得那個答案呢挺特別的，但是因為呢其實
題目上啊 ，part A 同 part B 係好類似嘅，咁所以如果你遇到咧，都要小心，其實係 part A 定 part B 嚟嘅，就唔好太過快手決定啊，其實佢係 B 嚟㗎定係點 ？OK， 好，嗯，嗱，B 我唔畫圖住啦 ，B 我唔畫圖住，咁起碼咧，而家個三點 O 咧就叫零零啦 ，P 咧。就叫做 XY 啦 ，Q 咧就叫做11 B 翻，咁因為又係 perpendicular 啊嘛，都有 slope 咯。咁所以同頭先一樣咯，只不過嗰兩個 slope 乘埋有一條線唔同咗咁解啫嘛，冇問題啦，係咪？嗯。好啦，咁所以嗰個 slope of X 咧，slope of OP 咧。仍然都是这样写，而 slope of PQ 呢，这个就要小心了，因为现在我写的是 slope of PQ， 所以也都是有 X 和 Y 的。OK？ 嗯。现在你有没有一路在这写的？有。好，那去到这一行你试试发简给我看。OK。大家完播，聽我答到幾多？哇，佢好得意噶，边个？咁你发完未啊？未。系咯，但可能耐咗少少喎。真系咩？咁你继续发先啦，将佢哋乘埋，通分母乘埋，跟住再整整整整，啱噶嘛？似乎是要的，这一步就是要的。好像，看看。Next。好似好似咩啊？咁样，好似做到，好似做完定系点 ？Why？ 咪先，好多意思哦。等我研究下先。我唔知啊，但系你心目中有个答案咩？系咪？等先。有啲複雜呢個情況。嗱，我計到，我發現之後，佢有四嚿嘢咁樣啦 ，x 二次、y 二次加 xy 加 x 次加 x 等於零。你誒？但係你講類似啲咁嘅嘢。你講多次，你講多次。x 二次、y 二次加 y 二次啊 ？x 二次、y 二次乘啊？因為係啊係，因為我係計到硬啦。
因为佢中间系乘，跟住呢个咧就乘埋，跟住过又。唔好住，括号 x y 二次啊，其实系。你讲一次。括号 x y 二次。咁啊。系。加 x y。加 x 次加 x。唉、哎，我估我谂我知咩事啦。我想问你咪交叉相乘啊？唔系啊。吓？唔系咁仲奇怪喎、啊？你话系，我都仲帮你谂多原因喎、啊。你话唔系，我真系唔知道。好、啊，你嘅做法错嘅。唔系通分母咩？通咩分母都乘法嚟嘅喎呢个。咁但系你乘你要通咗先可以乘埋一齐噶。喂，做乘法几时要通分母啊？唔同分母咯。唔系啊，做紧加减定乘除嘅时间啊。乘喎、啊。唔系啊，通分母系几时做噶？分数咯，分数嘅乜嘢？咪就系咯。哦，咁乘咧？咁乘除咧？乘除咪就系咁成嚿乘啊？真系就咁成嚿乘啊？点乘啊 ？X 分子成分子同母成分母啊嘛。系咯系咯系咯。咪就系咯。喂，你嗱，你要搞清楚，如果你真系唔清楚咧，你要自己作翻数字出嚟做嘅，你咪自己作翻条即系份数加减嚟，不俾自己做一做，咁你咪知道如果系 expression 嘅应该点做咯。哦，有阵时系有用嘅咁样。哦 ，OK， 再做个，唔怪得我做咁耐啦。咪系咯，分子成分子，分母成分母啫嘛。根本有啲嘢系叫小学叫我哋学嘅啫，其实有啲嘢我哋系唔应该咁样处理。譬如你哋学过分数同小数啦，其实正常分数系爱嚟做乘除就简单嘅分数做加减系好麻烦嘅。但是掉翻转，小数做加减就超简单，但小数做乘除就比较烦嘅。咁所以你要记得。咁系 x 二次加 y 二次减 x 减 y 的零。我讲一次。x 二次加 y 二次减 x 减 y 的零。好，嗱，你话呢一个，好啦、嗯，你估下，嗱，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啦？上次我讲过就系话。其实那些 locus 呢、OK 算了，我重讲一次。那些 locus 呢不外乎得五种。得五种而已。OK。第一种。一条直线。第二类。两条直线。第三类都是两条直线。但嗰兩條直線是互相垂直的。第四類是圓形。第五類是 parabola。是這五類而已。OK? 無即叫多我們找 equation of locus 的。啊、我講是我們 DSE 課程裡面、啊嗯。一定是這五類的了。那你說你計到這個你覺得是哪一類第三，梗唔系啊 ，perpendicular。但系你计嗰条，你计到嗰条系有二次方噶喎，点会系直线嚟嘅啫？有二次方，咁一定系第五类，系咪噶？嗱，其实咧，如果我就咁讲二次方咧，其实第四同第五都有可能。四或者第五。吓，咁但系如果再讲清楚啲。X 同 Y 都有二次方啦，咁答案只得一个嘅啫。四，冇错。OK， 嗱，咁但系如果我哋估系四嘅话咧，我哋就会有啲 further question 佢要答啦。哦，你话佢系圆形啊？咁佢 centre 喺边啊？我哋经常问呢一啲噶嘛。嗯。吓、啊，咁你试下，嗱，我唔知你记唔记得 circle 个 centre 点揾啊？嗯。你记唔记得啊？记得，记得你试下搵翻个 center 俾我睇睇。D 即系
即系负一除二，负一除二，即系二分之一啦。嗯，即系二分之一同埋二分之一啦，系咪？系咪啊？系。搵埋个 radius 俾我睇睇。其实呢条我未做嘅，但系从你一阵间。找 center 找 radius， 我就知道你答案啱定系唔啱。不过就比较可诶，不过唔系，你嘅答案应该系啱。你先找埋先啦。radius， 即系负一 over 二啦。减零，即系开啊，成诶揿埋喎。是懒数嚟噶，系懒数嚟噶。你俾个黑方巾我。零黑方巾。好啊，一 over 二，开翻一 over 二。嗱，其实我怀疑你计 radius 嘅方法可能错咗嘅。OK， 我提翻你，呢一个系 h 啦，系咪？呢个系 k 啦。系。而个 radius 嘅公式其实系 h 二次加 k 二次减 f 咯。你咪咁计噶？嗯。是啊是啊，咁计得咁慢嘅喂，哦 OK， 咁所以咪二分之一嘅二次加二分之一嘅二次减 F 咯，哦，正负号啊 ，OK， 咁所以答案应该系即系一开方开方二嘅，或者我哋会写开方二开二，哦，好啦，嗱呢条数其实做完你个答案亦都啱，咁但系嗱我想讲翻啦。你運算的步驟啊，是不是這樣的？是啊，是這樣的啊，那所以你的速度好像慢了一點。好了，現在我告訴你，其實這條 locus 是什麼來的？我剛叫你找的東西不是全部沒意思，即是找 center 啊，揾 radius 啊，好啦，其實咧原來原先個圖係咁噶嘛，原來個答案啊，只不過係個圓形啊，個圓形係以。OQ OP OQ OQ 以 OQ 嚟做 diameter 嘅，嗯，咁如果系嘅话，呢度咪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咯个 center， 头先你自己讲噶嘛，啊呢个 locus 好似一个圆形嚟嘅。而佢個 centre 係負一，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佢個radius 就似乎係一開方二或者開方二嗰度二。好啦，原來個二個答案即係咩咧？以 OQ 嚟作為 diameter 嘅一個圓形，就係個答案啦。哦，點解會係咁？而家我哋嘅要求係 OP 要同 PQ perpendicular。我當呢點係 P 點，即係喺個圓形上面啦。咁你咁样连埋佢，呢个系咩嚟噶？哦，嗰个咩？我知道、那個。Angle in semicircle 啊、那個、嘛。系系系。得唔得啊？得唔得 ？OK， 嗱，咁但系你要搞清楚。我顺便就提翻你啦。上次我哋咪讲过咧 ，two fixed point， 即系呢两点系知道嘅，呢两点系知道嘅。然之后咩 ？The moving point P is
equidistance from A and B 啊嘛。我哋咪话其实咪即系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嘅，记唔记得啊？嗯。咁我哋话扯，处处都咁问噶啦，呢个咪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咯，咁吓呢一条咪就系嗰个 locus 咯，咁。但我哋系知道还知道，但系我哋计翻嗰条 equation of locus 嘅时间咧，好多时我哋都系用翻 distance formula 或者系 slope formula， 因为我哋用 distance formula 或者用 slope formula 嚟计咧，其实分分钟仲快过。我明知佢係 perpendicular bisector， 我要揾呢個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出嚟。OK， 嘅意思好多時候我哋 by definition 去計翻個 equation of locus， 但係好多時候我哋計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知道我哋將會計出嚟個答案其實係代表啲咩事，例如係代表一條 perpendicular bisector， 譬如係代表一個 equation of circle 啊，咁樣樣得唔得？嗯，好啦，嗱，之后第十七条就是最后的一种常见的 equation of locus， 但这个比较少问的，这个比较少问的在 convent， 但是在 MC 呢，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很快的方法做到，不过因为始终第一次见啦，所以我会完全全慢慢做给你看的。Okay， 你看題目先啦。佢要唔要好多位噶？啊，我唔知道你喎。咁但係如果你想畫圖嘅話咧，就可能要即係如果你畫圖嘅就預翻多少少位。OK。你咁問我同阿難唔難做嘅冇分別喎，其實咁可能有啲好難做，但係得兩行啊嘛。喂，但係我點知你啲化簡做成點啫，大佬？咦，我冇問你啊，我想問啊，冇問過你，屯馬線開咗之後對你有冇著數啊？應該有啦，有啊，你應該直頭搭。火即係搭地鐵咯，嗬、啊。係啊，我平時朝頭早搭地鐵翻嘅。但係之前唔係噶嘛，係嘛？之前都係，之前朝頭早翻學搭屯馬線，之前翻都係搭地鐵，放就搭巴士轉小巴咯。哦。我之前要去九龍塘嗰邊轉噶嘛，依家咪直接喺鑽石山轉咯，咁咪直接去到。咁啊，舒服好多啦，係嘛？係啊。衰就係，衰就未必有得坐啫。唔系，我嗰个站都仲有坐，我嗰个系第二个站嚟嘅。哦，你讲回程嘅时间？唔系去嘅时候。去咩？通常去钻石山咧，跟住啲人好多脱，唔系一上车未必有嘅，但系去到大围之后，啲人会劲斜啊，转斜啊，系系。跟住我打沙田噶啦，所以就会有人又有位坐咯嗰时。哦，即系去到沙田嗰边就有位坐啦。嗯。同埋其實就算冇得坐都好短車程嘅啫，但係真係快好多啊！真係係快好多。O、okay， K， 因為呢排我都搭多咗屯馬線。哦。係。喂，點？睇完題目未？嗯。嗱，問心唔係要求你自己識做啊！呢題第一次見自己識做就比較困難。好啦，嗱，同之前一樣，我哋嗰個 moving point 係 P 啦，咁所以。冇乜新意地就叫佢做 X Y 啦。嗯，今次係點咧 ？A fixed point and a fixed line， 嗰一點同嗰條線係已經定咗嘅。好啦，呢次係 equidistance， 但係好特別嘅，佢講嘅 distance 有一個係點點距離，另外一個係點線距離。嗯哼。得唔得？嗱，點點距離當然冇問題啦。OK， 咁即係點點距離，我哋咪用 distance formula 咯。OK， 個問題係你知唔知呢一段嘅距離點計？試下大膽啲講一講，知唔知呢個點計？嗯，通係。其實你話係咪好難？唔係好難。
其实中一佢 x 嗰条 x axis， 跟住佢个 equal distance 系负一咯。唔系，争少少。我系问成段嘅距离。咁咪二咯？点会系二咧？点解系咪二啊？我哋嗰个 fix， 我哋嗰个 moving point 嗰个 coordinate 系几多 ？y 喎，系咯。啊哈！你谂清楚。y。嗯，长度距离咧，应该都系 in terms of x y 嘅。你嗰条线定咗啫，但系嗰一点系未定噶嘛？嗯哼，咁啊，真系中一嘅，其实系。中一有我哋咁嘅嘅咩？唔系，点解系中一咧？而家呢度讲系有一点同一条线嘅距离，系咪？而嗰条线咧，其实系一条水平线嚟嘅。咁所以我嗰个所谓距离咧，其实系咩一条垂直线啊？垂直线距离我哋系中一学嘅，斜线距离我哋系中三学嘅，咩啊？我真系有嗰啲咁嘢？梗系有啦。哦，简单到无伦咯。中一嗱，我咁问你啦，我咁问你啦。如果呢度有一点叫做二四。呢度有一点叫二负一，咁长度几多？五咯，咪就系咯，个五你点计出嚟？加唔系四减负一，四减负一，又或者其实系嘅双减，双减，系双减咯。咁所以呢一度嘅距离会系几多？呢一度 y 减负一。咪就系咯，即系 y 加咯。哦，系喎 ，OK。系咪啊？好。诶，好似就学过。梗系学过啦，中一已经学过啦，甚至乎中一唔使学都学都计到啦，会。好啦。咁数啫嘛。数格仔啫嘛。好啦，咁所以咧，点点距离，我哋会有呢条式。点线距离，头先你话我哋会有呢条式。看一看是不是是是嘛，好了、一样了，麻烦你发简给我看。麻烦你发简给我看、我会给个提示你，我们第一步要处理的似乎是个开方根。嗯，两个都疑似了。OK、方向是这样的了。你讲都啱噶啦，但系做出嚟啱唔啱咧？慢慢试试啦。嗯。冇咗个 Y 二次噶，哇！阿同学，头先我咪同你讲咗呢一条系最后一条啊嘛，系咪啊？哦，咁咪咩咯？而我话得翻 X 二次啫，都要零喎。做到尾，我哋系得五种 locus 啊嘛，系啊。我哋讲晒四种，有一种未讲噶嘛。系啊。是不是啊 ？X 二次都系零，你做完啦系嘛？系啊。好，嗱，你话 X 二次等于零啊？系啊。可以讲清楚少少，即系 X 等于 X 都等于零。唔系啊，咁冇 Y 有个 Y 喺度噶，死啦！你唔系冇咗 middle term 啊嘛？
好明显啦、啊。我有啊。咁、那个 Y 个 Y 个 Y 冇得 cancel out 噶。我唔系要二次去咩？我都写错少少嘢。二次咗咪成堆嘢 cancel out 咗咯。咩啊？咁你呢度咧？系啊，你感觉系咪冇晒咯啲嘢？点会啊？你个 Y 有一个加有个减噶喎。你系唔好意思。唔记得咗个位减过去即系负四 y 等于零。咁个 x 二次又去咗边啊？减 x 二次减四 y 等于零，系咪即系同我一样啊？系啊系啊。嗱，呢个答案嚟嘅。OK， 咁当然啦，其实我哋写靓啲会咁写嘅。sorry， 寫錯了，我哋會咁寫嘅，寫靚啲。OK， 好啦，嗱，但係同樣啦，我哋計完出嚟條 locus 即係點加咁，條 locus 其實係咁嘅，我得唔得？嗯哼，呢條就係我哋嗰條 y 等於一 over 四 x squared。首先有幾樣嘢，第一樣，佢係一個 parabola， 即係 quadratic function。第一樣，第二，其實咧，今次咧就咁啦，即係一條直線有一點。原來咧嗰、那個parabola 咧一定會穿過呢度嘅中間點嘅。嗯哼，得唔得？又或者有陣時佢會咁比噶嘛？咁同樣啦，我哋嗰條呢次就咁樣啦，就會穿過呢個中間點嘅。得唔得？嗯。咁你要記住嘅係咩咧 ？Fixed line, fixed point, equidistance， 咁就係 parabola。咁 open up 定 down 先得㗎？原來就必定會係咁，得而家呢兩個情況嘅啫嘛，其實。原來佢開口咧，必定係包住咗嗰一點嘅。嗯哼，得唔得？得。嗱，如果你畫翻就件事好清楚噶啦。雖然我圖畫得唔靚啊，譬如個 P 喺呢一度，咁呢兩度嘅距離咪相等嘅意思咯。哦。如果 P 係喺即係呢一度。咁 midpoint 咪梗係相等啦，唔使講啦啩。嗯，得唔得？嗯。咁所以呢一條嗱，問心呢一條當然係你哋有機會出噶啦，不過 convent 就冇乜點出過嘅，但係 MC 係會咁出。即係呢只 parabola。係啦，而如果係 MC 嘅問法咧，我哋就唔使咁做嘅。如果 MC 問到我哋係唔使咁做嘅，啊，我哋應間睇應該會有啲時會有機會睇 MC 嘅。嗱，呢度可唔可以？嗯，其實呢度完咗噶啦，即係我成課叫做完咗。咁但係咧，叫做咩咧？題型咧就唔係嘅嚇，即係有因為你哋早期嘅 DSE 咧嚇，因為你都已經差十年噶啦嘛 DSE， 喺前幾年嗰啲咧係好中意出呢一課，而好多時佔嘅分都比較多。OK， 咁啊，不過可能，不過我就唔會想咁快同你哋睇 pass paper 嘅。OK， 咁所以我哋可能睇下先，就開始做練習啦，好唔好？好。睇下先。你開唔開得翻呢份出嚟啊？呢份你有嘅。呢份你有噶？有噶。之前我哋咪做 equation of circle 嘅，就系呢一份嚟嘅啫。我有。之前我哋做过 equation of circle， 同埋做过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嘅 concrete。系啦系啦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同埋 equation of circle 嘅 locus 唔系嘅 concrete。呢度系八十几咯，佢个号码系。
你睇下有冇？我睇而家系咪啲粉啊？咪佢个名叫咩 ？Equation of 唔系 coordinate geometry。coordinate geometry。再唔系你唔使逐份开噶，你试下就咁 search 啊？唔系、哦，你未必 search 到，冇嘢啦。long cap 喎、哦、，coordinate geometry 我得 MC 嘅啫喎。即系你冇呢份。我都冇印象，我见过呢份。系，系。我哋嗰阵时唔系做呢一度嘅 equation of circle 嘅咩？唔系，有另一份嘅。OK， 唔紧要，咁我 send 呢份俾你而家我。嗯。好，我 WhatsApp 咗俾你啦。你倒翻落去先啦。嗯。我點解我見唔到呢一塊 equation of locus 啊？見到啦，見到。我研究緊點樣整落去個啊，得啦。我呢一份睇清楚，原來未必真係好適合。不過唔緊要啦，我哋盡量做先。佢係咩啊？佢個名叫 coordinate geometry。Okay. Yeah, conventional pattern. Get long quick. Wow, this one 真系 Okay. 但系睇你睇下先啦，我睇清楚。Okay. 好似唔系咁适合做喎，因为好似比较。啲難得有少少誇張少少，未必適合我哋而家做。我可能 send 翻另外一份俾你，不過呢份係 work file 嚟嘅。嗯，你都 OK 嘅嘛？如果 work file 應該 OK 嘅。嗯，真系唔好住，做住呢份先。我个拣啲题目适合做嘅，做咗先。O K。三十七。三十七。等先，应该喺呢个地方扮嘅咧。等我。应该呢个都一版嘅咩啊？睇下先啊！头先我 send 俾你嗰个 file， 系啊，应该有八版嘅噃，系咯，
哇，点解我 add 咗入去得翻一版？但因佢 show 到11版出嚟喎。你试下开过，我唔知喎，真系。但系头先呢一个 PDF 嚟嘅，应该头先系啊，PDF 嚟嘅。好，试下睇一睇啦。好似得咗。OK。佢唔知点解有 download 到咯，我睇下可唔可以到先。喂，得啦，喺度啦，喺度。我 delete 咗狗啦，我先得。OK。第几班啊？37。37题。啊哈，得啦。搵到啦，系咪？嗯。嗱，呢条有少少特别嘅，呢条亦都系，佢一啲都唔难做，但系几得意嘅。我 describe。嗱，分兩部分啦，一個係 describe 啦，咁一個就係叫我哋去揾 equation 啦。咁公開寫都好常見嘅。Describe 啊！畫出嚟先啦。點啦？睇緊。嗯，但呢一條都煩喎，其實X7，佢要形容係形容佢咩？可能咩類似佢條？佢應該會係咩類型嘅一條 locus 咯？咁其實咧，亦都不出係頭先我哋講過嘅嗰五種嚟。只不過呢一度咧，佢會轉，即係轉咗個表達方式嚇。咁啊，令我哋要諗翻，應該係嗰五隻係邊一隻？其實個圖就幫到你嘅，冇幫唔到。OK， 即係你要知道而家嗰兩，即係三個人啦。咁三點啊嘛，其中兩點已經定咗噶啦，係啊，嚇咁問題係第三點個 point P 點去擺，而令到個面積永遠都會係七，嚇難嘅地方就係話你點樣可以即係想像到同頭先我哋講過嘅有啲咩關係？係咯，係咯。要提示啊？要。個提示就係咧，
起碼三角形是三條邊，起碼有一條你已經定了的嘛。是啊，就是這一條咯。而你不要忘記，我們三角形面積是怎麼計算嘛。分成高除於，就是二分之一 BH 咯，是吧？是啊。那如果這個是 B， OK？即係嗰個底嘅長度，咁、那個高咪應該係咁樣嘅咯。就等於七，四一 over 二，跟住 B 就計長，計個 distance 先。首先似乎嗱，不過呢度計咗 B A B 嘅 part 嘅啦，即係 B part 嘅啦，所以我哋應該要計 A B 嘅長度先啦。嗯。咁其實就會係二嘅二次方加一嘅二次方，咁即係開方五咯，要開方，即係開方五。原來呢一段線已經 fix 咗係開方五嘅，咁佢個高應該要係幾多先會令到個三角形面積會開方七，開會係七咯？就係。几多？难数，难数啫。咁你即系个 height 就系负五开方五，开方五乘开方五除二，即系负开方五 over 二。点解会有负嘅话？因为减翻过，你减翻过去啊嘛。减翻过去。喂，七等于二分之一开方五 h 喎，你减咩个一成除去啫嘛？咁咪七十四 over 开方五咯。十 OK， 十四 over。你见到噶？嗯。好。咁所以而家我哋要嗰个所谓 moving point 或者个 locus， 咪就距离呢一条线。十四 over 開方五咁遠嘅線咯，即係個 moving point P 嘅，其實就係距離 AB 呢一條線十四 over 開方五咁遠嘅，嗯，呢個就係佢行法咯。咁你知唔知嗰個 locus 應該係咩形狀咧？係五種裏邊嘅邊一種咧？应该是不是两条 straight line 啊？两条 straight line 佢咁嗰两条 straight line 是 parallel 平行的，一系头先我都讲漏咗呢一个啫。OK， parallel 嘅，两条系。好，非常好，啱啱。嗰兩條線應該係咁嘅，得唔得？嗯。而就會令到咧，佢哋 keep 住個距離咧，就係呢個十四 over 開方五。開方五，嗯。OK。OK。好啦，咁所以我哋 describe 個嗰、那個嗱，呢一叫 gamma。我哋叫佢做 gamma 啊，呢個 gamma 咧就會係點咧 ？A pair of straight line 咯，或者係 pair of parallel lines 咯。得唔得？嗯。OK 係咪？唔係寫佢個 distance 嘅咩？聽唔到？唔係要寫埋佢個 distance 嘅咩？哦，佢係 describe 個 gamma 啫，啊都得嘅，你咪寫 parallelize， 即係話距離嗰個直線 AB 係有呢個距離咯。嗯。OK。嗱，而其實咧，佢嗰個 equation 咧就難計少少，文森。真係。嗯。因為其實我哋係冇講過話點樣去計
車線的距離。所以個 B 咧就比較難做啲，個 B。你等陣先，我諗下應該點同你講先啊。其實打橫打點講都得噶啦，其實真係，因為佢哋嗰兩點咧，即係 A 同 B 啊，各自都有一個coordinate 係零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 X 軸啦，呢個就係 Y 軸啦，啊 sorry， 呢個就係 Y 軸嗰個 X 軸啦。OK。嗯。好，咁所以其實我哋應該咧就會揾到一啲嘢嘅，但系咧就係、是、要用 slope 嗰啲去揾嘅，同 slope 相關嘅。譬如我哋會可以揾到呢一度個角度嘅。又或者不如呢一條聽到呢度就算了，好冇？好。因為呢一個真係比較困難，你可能會比較難解釋俾你聽。嗯。你等陣先啊，我俾啱啱開咗一份。呢份有呢份你有啦啩？有。啊，开翻呢份。开了没？嗯。哦、oh, ，OK， 五万五题。可以没？嗯，好，认唔认到系唔系我哋之前做过嗰啲啊？我觉得应该系啩。或者是如果是是哪一隻啊？哪一隻？哎，sorry。唔係。Equal distance。Parallel。
唔系，暗 A 喎，唔系。哦。点啊？二次喎。喺边只？咩叫咩 ？Quadratic 嗰只。嗱，似乎可以 quadratic 嗰只，因为点解咧 ？Parabola 啊 ，parabola 啊，嗱，喂，佢条线系噶，嗱，系一条线咯，叫 y 等于负一，佢一点叫二逗号负四 ，fixed point fixed line equidistance， 咁咪就 parabola 咯。如果你知道呢样嘢，你已经查咗个 A 噶啦。嗯，呢个可唔可以？好啦，可以。第二样，头先话如果咁嘅，佢应该条线 open up 定 open down？ 我open down。down， 佢好似系想包住嗰个点咁样噶嘛？查咗先。系啦，咁所以我哋踩咗个 C 咯。好啦，而然之后，头先咪讲过，佢会穿过呢个 midpoint 噶嘛？你知唔知呢个 midpoint coordinate 系几多？系负一减负四。系个 y， 跟住二就二咯。冇住，个二系个 x 系二啱啦，咁但系个 y 系几多？三唔系负三。唔系，不你负四，负四加负一。负二点五即系负，即系负二咯。负 move 二。负 move 二。嗱，麻烦你将。去 check 一 check 呢兩個邊一個啱邊個唔啱？代入個 x， 試下。唔係我代個 y， 代個 x 先。x B 啱喎 ，B 啱，嗱 D 你撳埋去啦，不如，係咯，撳埋，撳埋個 D 啦，即係我哋求神拜佛 D 唔好啱啦，因為如果 D 都啱嘅話咧，我哋可能就要諗其他辦法，甚至乎真係要落手落腳走去揾佢嗰個 equation locus。唔啱 ，D 唔好，嗱 D 係唔啱嘅，咁所以就話咪 B 咯，嗯，哎呀 ，sorry。唉，得唔得？嗯 ，OK， 我哋就未必真系需要走去揾嗰条 crystal locus。如果你就咁睇个题目，睇佢 describe 嘅，已经估到条线系咩款，我哋已经可以查咁啲。OK， 好，嗯，五啊六。睇完未啊？嗯。咁你觉得佢系咩线啦？本身有条直线，就叫做 y 等于2x 加五，咁似乎系一条咁嘅线啦。Moving point P 系点嘅咧？啊 ，from a distance from the point L 系 two units。究竟 A、B、C、D 邊一個描述對於個 locus 係正確咧？
佢系 parallel 噶嘛？我唔知啊，你自己谂咯。我就系觉得佢系 parallel 啦，但系冇理由好似咁简单。咁你觉得系边个啊？你觉得？如果佢系 parallel 嘅话，咁咩先啊？咁咪 C 咯？咩啊？讲清楚啲。Appear。我想问佢 appear of parallel lines 系佢总个三条线啦，定系佢讲紧纯粹？净系讲 locus。即系佢个 pair。净系讲 locus。咁 A 咯。吓？点会咧？你觉得系一条线定两条线嚟嘅先？两条啊。咁两条你点会答 A 咧 ？A 讲嘅一条喎。我拗。我觉得是 C。咁我想问 C 同 D 嘅分别系咩？就系唔知咯。咁你咪要谂清楚咯。可能呢个就系决定性嘅嗰个。系噶。我话你听，答案真系 C 系 D。嗯。咁你咪谂一谂 two unit apart 或者four units apart 应该边个啱咯？嗯。点解佢会系 four 咧？佢讲系嗰两条 parallel lines 相距几远？咁应该系 D 啦。谂清楚未噶？你拣晒佢咯。你真因为 C， 因为 C 嘅话系讲紧嗰条本身嘅嗰条 equation of， 即系嗰条 line L 啊嘛。啊。跟住佢嘅。它跟其中一條 parallel 是兩個 unit 是嗎？那那兩條 parallel 是兩個和兩個是不是四個？行不行？嗯。答案是 D 的。即當然啦，這些 MC 有時候你看到條條差不多好像都對這樣的。啊，那你看一看它的細微位置，因為尤其是這一條只有一個對的而已。你小心看清楚究竟哪一個先啦。57。Isosceles moving before this. 其实佢又讲得衰嘅，真系。佢有冇讲边条边系一样喎？系咯。咁可能 A、B 同埋 A、C 啦，因为佢有个 point P 系 equidistance。咁对唔住啦。如果当系咁咧，譬如即系你知唔知系咪啱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如果系咁嘅，咁譬如一啱唔啱啊？怎样可以 equal distance from A B 和 A C？ 即系佢哋两个，即系嗰一点系两边都定一样啊？系啦，都系中间咯。嗰佢嗰一 point P 行嘅方向。A 嘅整个 perpendicular 嗰个俾佢咯。咁即系边个啱啊？系咪 angle bisector 啱啊 ？OK， 咁即系一啱。Median 系对咩？咁你就去谂下啦。Median 对咩咧？同埋其实咧，头先第一句嘅意思即系咁啊。系咯，我就谂咁。唔系啊，譬如咧，呢度系 P， 咁嗰个所谓 distance between a point to a line 应该系讲呢一个嘅。嗯哼。咁呢两个咪相等咯。如果系咁样嘅，咁咪咁样咯，咪相等咯。咁嘅意思，嗯，好，第二啱唔啱？
你問緊 median 對乜嘢係咪？嗯。咁你要自己諗下咯，又係。嗯。median 對 central。咁但係 median 係咩線先得㗎？好嘅問題。你講 median 對咩點係冇意思㗎？呢度呢個講線啊嘛。Median 咩？唔係平均一百七十。關咩事啊？咪 median 咪 median 咯。唔係，哦，我諗緊其他個三個係咩咁整咩個就係佢。median 哦，你即係唔知 median 係咩線啊？你意思話？我喺度諗緊，我腦入邊有幾種唔同嘅線，但係佢有幾條有幾個係一樣噶嘛？因為佢呢個係有啲特性一樣。它有一隻是直角跟住動下去的嘛，跟住 是直角的嘛，那個是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嘛，跟住那個不是啦，跟住 angle 不是啦，跟住還有一個是什麼呢？哦，它是 median 是吧？因為 median 應該是那個那條底那條線是要一樣的。平分了即係咁啊嘛，係嘛？係係係係係呢個似乎字都啱啦。係呢一個啊嘛。係。係 OK。查錯咗添。咁即係都係要睇三。你始終有一二三啊嘛，梗係要睇噶啦。Perpendicular bisector 係咯。咪係咯，呢條線做咁耐啊，其實。咁但係如果佢唔係咧，佢即係佢個 A B C 唔係咁樣擺，咁點算啊？唔係啊，嗱。咁佢呢條咧，我會講係佢出得比較衰嘅啫。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分分鐘四個都係唔啱。係咯。咪即三個都係唔啱。三個都唔啱。OK。係，如果佢唔係咁擺咧，可能唔係。你等先啊！好，六十四，六十二。PAB 定 PBA 啊？coordinate plane 即系点啊 ？X Y 坐即系 X Y 坐标咯。哦，原来咁。即系呢一条佢个讲嘅方法咧，系我哋之前未见过嘅。咁但系意思即系点咧？同埋有阵时我哋系要画图嘅，系我都系谂画图。嗯，嗱，如果畫圖嘅話咧，因為嗰個
A 同個 B 係 fix 咗㗎啦。咁個位置我哋唔使咁咁咩嘅。嗱，咁而家佢講咧就話個 PAB 同埋嗰個 PBA 會一樣啦。咁所以意思即係話呢一度會組成一個等腰三角形，似乎係咁嘅意思啦，係咪？嗯。嗱，但你明唔明點解個圖應該係咁畫，而佢又係會係個等腰三角形先？嗯。啊，咁但係咁樣可以畫到嘅等腰三角形係有無限個噶，咁個意思係垂直咯，跟住又係咪啊？係噶嘛？係 perfect， 即係嗰條線 perfect， 係咯。跟住一路，即系个 P， 即系有好多个嘅，只要你个 P 系喺呢度就得，就 OK 噶啦。咁都会画到一啲等腰三角形出嚟嘅。嗯，系咪咁嘅意思？系。好啦，嗱，而如果系啊，咁我哋可能就会着手揾，即系如果你咁画啊，咁条数咪变咗做 two fixed point equal distance 咯。嗯。系咪啊？又或者你咪嗱，今次因為呢條 MC 啊嘛，咁我哋咪可能揾 AB 嘅 slope 咯。哦，都得。你試下揾 AB 嘅 slope 俾我睇睇。OK。3/2 mm-hmm. 不對，你都是調回轉二一排三啊，你思華不是，等等，難道是括號？我不知道，括號即是你坐那邊，對，即是要你自己找。-6/5 是正確的。好了，而如果你什麼是括號問題，其實呢我告訴你，而 你知道我們要找那一條是跟這個-6/5那個 slope 是 negative reciprocal 的嘛。嗯，其實已經圈到答案了。好，原來我哋已經圈到答案㗎啦，但係當然要好小心啦，好容易圈錯嘅呢度。嗯，我冇寫一條出嚟，可能好啲。哦，你寫啦，唔緊要，即係如果睇到就斬圈啫，睇唔到都要諗下點做㗎啦。得嘅，得嘅，不過你要幫我將佢其中一個調。唔係唔不是 A 啦，即都不是 B 啦，但我看看 C 一点。A 应该是 C 或 D。你都说不是 A 和 B， 是 C 和 D 的，姐姐。
根本我计错噶嘛。OK OK， 但我计到五 over 咯。呢个系 C， 应该系 C 嗱。答案我计 D 啊，但系答案系 C 嘅，答案系 C 嘅，答案系 C 嘅。嗱，因为咧你见到个负六 over 五先啦，咁所以你睇一睇啦。你嗰啲 A、B、C、D 啊，边啲有同个六五有关咧？咪就系 C 同 D 咯。嗯。而我哋揾到 A、B 嘅 slope 系负数，咁所以 C 我哋要嘅答案条 slope 咪应该系正嘅咯，咁咪 C 咯。嗯。OK， 系睇啊，唔系计啊。OK。嗯。睇翻佢啲特点出嚟啊。OK， 睇下先啊，呢度似乎就系咁多。好，你等等先。呢一份你冇嘅，呢一份你冇嘅，我可能我而家 WhatsApp 俾你。WhatsApp 咗啦，嗯，讀完啦，話我聽啊，嗯。佢叫咩啊？呢个其实都系叫 quadrant geometry， 因为佢系唔同出版社。叫二啦，即系佢其实系唔同出版社。M C 定 Planck 嚟嘅？两个呢度两个都有。哦，两个都有嘅。吓，佢最尾就系 M C。其實這裡是包含著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equation of circle 和 locus 的練習。這個OK OK， 看看第八題。哎咩？有冇印象對於佢？嗯，有印象。冇。冇。冇睇完啦。哦，佢已经有个图俾你噶啦噃，咁都冇印象。X and pawn 呢个，即系点啊 ？X 线啊？咩话？佢话咩？X axis and pawn 呢個 pawn 係話直線嘅意思定，即係佢係連住一條線嚟。X axis 唔係 ，a pawn P is moving in a way that it keeps an equal distance from the x axis and the point 負二五咯。即係點啊？咪就係 fixed point、fixed line、fixed equal distance 咯。即係佢要同條線同埋個。點
都同一個 distance。咁複雜？哦，我明啦。咁但係佢係咩樣噶？係咯，就問你佢咩樣咯。哦。喂，其实得几只啫嘛，真系。Fixed point, fixed line, equidistance， 得一种啫嘛。Fixed point, fixed. 边只？哦。即係嗱，如果你講唔到邊只，不過其實就唔都唔緊要啦，因為其實講到都係要揾嘅啫。咁、你咪著手去揾佢嘅 equation 咯。嗯哼。咁揾 equation， 我哋話唔係用 slope 就用 distance 噶啦。咁你覺得今次用乜嘢啊 ？Distance。用 distance， 咁你咪 left 翻個 point P 出嚟先咯。嗯。XY。你咪自己求其畫，你覺得大概啱嘅位置。咁咪 x y 咯，佢講嘅嗰個 distance 有一個咪呢一個咯，另外嗰個咪呢一個咯。使唔使喺度識出嚟啊？條等式寫唔寫到出嚟？寫翻兩個 distance formula 出嚟先啦。唔係兩個嘅喎，應該得一個嘅啫嘛。如果你記得啱啱我今日做過一條，有一個係 distance formula， 另一個係相減嘅啫嘛，因為有一條係垂直線嚟噶嘛。哦，係咪做第一條定第二條嗰個？嗯。嗯学校最尾系咪都系教到呢一课先啊？暂时唔系教紧嗰个咩啊嘛？有个 plane 跟住。Linear programming 唔係，3D 應該係，係咪啊？係應該係。做嘅 3D 啊嘛，係嘛？係啊，嗬。係應該係。你點解我唔知教緊嗰度嘅？即係啊，上次咪講過咯。係咩？定係我唔知啱先開個課，所以未知喎。哦，所以就唔係應該上次講過啊。OK。嗰課我哋都要講嘅，不過嗰課比較難啦。咁但係就我哋有啲特別方法。咁如果出到嘅話，就好容易計嘅啫。就算難都，即係原先好難嘅數，我哋有啲特別公式咧，就令佢好容易嘅。咁當然係歐斯嘅啦，不過可以用嘅。嗯。咁但係都係下堂先噶啦。喂，你點啊？喂？我整紧佢，佢 in terms of x y 噶嘛？系、啊，当然系 equation 咯。所以又要整开佢哋。
x 次加 y 次减四 x 减十 y 加廿九。好，肯定唔啱噶啦。仲有开方？唔会有开方噶。我哋话做化简单时间，第一件事咪应该拎走个开方去咯。可以嘅话，你可唔可以讲你第一条？等先，唔系，我呢条系嗰个负二逗号五同埋 x y 嘅。咁另外嗰边咧？跟住再等于 x， 咪先，等啲先。俾少时间我，呢个系 x 次加 y 次噶嘛？另外嗰个系。另外一個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你說另外一個是什麼，是在說哪裡？垂直那條咯。當然不是啦。什麼啊？你都懂得說垂直咯。是啊。那距離怎麼找？相減而已嘛。是啊。相減而已，不用用 distance formula 喔。即系点啊？你话俾我听呢一点嘅坐标系几多？明啦。佢系 x 逗号 y 减零，即系抌噶嘛？应该系 y 系。是的，是零咯。咁所以距离系几多？距离系开方 x 减。使乜开方？喂，唔使开方。y 减零咯。就咁 y 咯。就 y 咯。所以系 y 咯，所以等于 y 咯。咁所以你一边系、oh. 你一边系开方根嘅，咁就 x 加二 o square 加翻 y 减五 o square。等于 y， 系。然之后我哋第一步，我哋要做化简，我哋就要唔要个开方间，唔要个开方间，移除咗佢咯。啊，你先做埋落去啦。同埋你而家记得佢系咩形状未啊？咩形状？circle 咯。梗唔系啦。啊，咁都唔系 circle？ 呢个 parabola 嚟噶呢个。哦，減咗咗個 y 二次，唔好意思。啱先佢仲係 x 次加 y 二次嗰樣。睇下先。就但佢有 y 嘅，有 y 正常啊，冇咗 y 减次啊嘛问题。x 次减四 x 减十 y 加廿九，即系如果你化开嘅话就咁啊嘛。九啊加，系啊。咁对面就 y 二次啊嘛。系啊。咁所以两个 y 二次又 cancel 咗啦，系咪？咁之後，我哋將個十 y 放我對面，呢一條已經係我哋嘅答案。哦，得唔得？嗯。而佢本身係一個 parabola open up， 因為我哋要包住嗰一點，而係穿過呢個 midpoint 啊嘛。嗯。個 midpoint 應該就會係負二五 over 二啦，即係如果你想出嚟 check 嘅嚇，
OK， 咁 B part 咧？B part 點解 B part？ 十秒係就咁收落去左減右啫，即係我睇一睇個 Y 係咪等於翻嗰個十啫。啊，呢個就係普通嗰啲題目嚟嘅啫。啊 ，OK 嗱，不過其實我哋今日都未做，即係我哋呢一課係未做完嘅。其實 exam type 嗰類我哋係未做完，而係喺呢一份後邊嚟嘅，即係呢一呢課好似好多唔同嗰啲題型嗰啲係啊。是的，我們未做完的，事實上這一課的練習，嗯，那就，所以要看一看下堂，是做這一道啊，還是開你 3D 啦，因為你 3D 都Coordinates Geometry 以 Exercise.pdf 步驟2之1，是，Hello， 嗯。